年小乐开始讲起，所以大家认为说，哎，有天然就好。但是天然、健康、营养这些名词，在全世界有人能定义吗？你说我要吃健康的，但是什么样的叫健康的？我要吃营养的，什么叫营养？所以这个定义包括天然在内，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，就不要谈说后面有手作，有所谓原料、原材料，那这些都无法去做一个很明确的定义。那至于消费者的需求，其实非常简单，我看得懂，它很简单，然后我能够了解，那它就是 clean。那所以有一篇期刊在底下我有列出来，他就直接把 clean label 定义为两个重点。那这两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透明，刚才所长讲的透明，完全要揭示我里面有的东西。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避免不必要的添加，我讲的不是少添加哦，我讲的是不必要的添加。因为有些添加的重点是我必须要添加它才能达到某些目的，甚至我不能因为不添加而影响安全，所以避免 unnecessary 是一个相对重要的过程。所以大家误会说食品添加物里面其实都是化学品，也不完全，天然物也有，也可能是食品添加物。上个月把果胶跟环状弧菌从食品添加物从原料拉成食品添加物，所以有记者问我的第一个问题，他说哪些原料变成食品添加物了，所以它会变得不安全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食品业者都了解，它不会因为名称的改变而变得不安全，也不会因为分类的改变而变得不安全。所以大家对食品添加物的观念应该是，它就是一个在必要的时候要用，让你好好用它的产品。不要乱用就对。绿线上面的四件事情，在长官的很多公开场合，长官讲说他们是非法食品添加剂。那我只能讲说，食品添加剂没有一样是非法，因为它是经过许可跟审核出来的产品，所以逻辑上那800多样都是合法的法律名词的食品添加剂。那这些非法的产品叫什么？当然就跟全世界一样，就是一个添加剂，一个化学物质，它被故意用在食品的用途上。食品的设计又相对的简单，你有五个目的。第一个是食品安全，再来是你的品质跟色香味，色香味可以牺牲，品质不太能牺牲，食品的安全100%必须不能妥协。所以当你把防腐剂拿掉了，你就真的带冰箱去卖场买你的食物吗？要想一下，它会坏哦，啊，会坏的时候怎么办？所以要用各种不同的物理方式或其他的物质来达到相同的目的。那么自来水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自来水经过次氯酸钠消毒产生三氯甲烷，三氯甲烷是致癌物，可是你会放弃自来水到石门水库去喝天然水吗？我讲的不是这个，但是你会到石门水库去喝天然水吗？不会。是，那在这个同时，我不放次氯酸钠，你也会怕你家的水管打开的时候，你家水管30年的老房子没换过，啊，它有没有危险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是极毒性的物质，我要怎么样避免？那至于这个慢毒性的风险，我只是要想办法减少它，这是每一个食品业者要做的事情。让各位理解的是，任何一个食品添加剂，它使用的时候，对于每一个目的都有一点点的效果。那你要取代它的时候，你就要用不同的逻辑、不同的方式、不同的加工，才能达到不同的目的。